我们常规的动词变位呢，就是以 ach 结尾的，以 ech 结尾跟 ich 结尾。ach 结尾呢，就是说，你们都知道了，对吧？那个 jaw 我是变成 all， 然后 does us air 了，第三人称单数是 are， 然后是 amos，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on， 就是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 trabajar， 来我看一下这个今天有谁参加了。好，那个 Helen， 你把 trabajar 放下位。Jo， trabajalo， traba， 我的 trabajar 对吧？然后把 a 和去掉，应该怎么？变成 o， 对呀、啊，那就是 trabajo， 对，然后是 trabajas， 对 ，trabajas， el 什么 ？el trabaja 是吧 ？OK，trabaja，OK， Joanna。Nosotros trabajamos. Sí, ok. Ellos trabajan. Sí, ok. 好，我们再说一个 comer 是 er 结尾的啊 ，er 结尾的 ，er 结尾怎么变啊 ？er 结尾，好，Julia， er 结尾 ，jo， 有点忘了。Yo como 都是啊，你看啊，它的 yo 单数第一人称，它都是啊 o， 看到吗 ？o， do comas， do comas， no comas， 因为它是以 a 和结尾的，所以 comas， do comas， el ella come。OK， 好，我再说，nosotros comemos. Cindy， OK， nosotros. Cindy. Wait. Nosotros. Comemos. Comemos.comemos， 这个是以 a 结尾的，对吧？好，那个叫什么？Julia， 张菊，ellos， comen， OK， 他没有这个那个 comen 啊，好吧？好，再来一个 abrir， 开门啊。开门，来 ，Sherry， 走 ，Sherry，OK， 安娜 ，Sorry， Sherry，OK， 走，那个 Abr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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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í， tú， tú。Abres， 这个是跟这个是一组的 ，a 和跟 e 和是一组的，它都是以 a 看到吧 ，as 结尾的，明白了吗？嗯。Nosotros， Judy， nosotros。Abrimos. Sí, abrimos. OK. Ellos, 那个一柔不说的是吧 ？OK， 七八九也不说的吧 ？K， Minami. Ellos. Abren. 门。Abren 没有这个，直接就 Abren。哎，你看啊，你们注意到这个吧？你看啊，
ellos 一样的吧，对吧？ hemos hemos 对吧？然后这个是第三人称单数，第二人第一人称的那个这个第二人称的单数 abro， 这个是 ich 跟 ich 是有规律的，是一样的。然后 ach 是它是单独的 o us a amos an。好，自己我们反复的练习练习，然后这个常规的动词变位就一定要让它熟悉起来，好吧？这个就是你看 trabajo。Trabajo, sí, trabajo, trabajas, trabaja, ella trabaja, usted trabaja, nosotros trabajamos, vosotros trabajáis, ellos trabajan, ella es 一样的, ustedes, 这三个是一样的，好吧？这个墨西哥人不用的，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个不用的，只有西班牙用。然后这个是三个一起的，好吧，明白了啊，没有什么问题吧？哎，初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读音，就是说塔巴哈斯，对，行 ，OK， 谢谢。很难的，那重音在啊上哈。对对 ，trabaja。Él trabaja en la fábrica， 他在工厂里面工作。En la fábrica， él trabaja。OK。老师，我有个问题，那个 ustedes 是他们，是指的男性和指的女性，他们是吧？都。Ustedes 可以男性他们，可以女性他们，也可以男性跟女性一起的他们。只是说，如果说这个课文当中它特别完全指女性的，那你就必须要用 ellas 或者 ellos。但是有时候你不能够确定这个比较不是说特别确定的，你就用 ustedes。OK， 不是你们吗？我 ustedes 在。就是说可以解释你们，也可以解释他们，就是他们复数的他们都可以。他是用、对这个 usted 呢，是这里就是您尊称，只是这是一个尊称，这个就代表他们。如果说你复数的就是 ustedes， 因为他没有说那个 vosotros 嘛。你如果说解释您们，你们也可以，你解释您们也可以，你解释他们也可以。好的，谢谢。在哪的？好，这个我们这个 OK， 就是这些这个我是什么地方人，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已经讲的挺多的了。然后这里有一个 de donde eres， 你是哪里人？如果说我说 donde eres。Donde eres ahora？ 现在你在哪儿？在你的家乡。是，好，回答怎么回答？在你的家乡。所以谁在说啊？ahora。你看，所以什么？所以家乡。所以家乡。所以得加上啊，我看啊，你看这句话有什么样的错误？你想说我是在家里面，是不是？不用那个得，就是所以 ，en casa， 所以 en casa， 所以 la casa， 这个没有问题，一定要用 in， 我在哪里？可以说 la casa， 就是我在一个房子里，所以 en casa 是我在家。明白了吗？它这个有一点点区别。我记得我 in casa 是我在家 ，I'm at home。in la casa 是我在一个我的哦、，sorry， 我去哪里了？我在一个房子里面，在哪里？哦，在这里。la casa 这是一个区别。好，另外一个我要讲到的这个，你觉得这个 soy 对不对？对。
是你是说啊 estoy 对 sí 这就对了 estoy 一定要记住你是说我在哪里我在街上怎么样的我在教室里面都要用 estar 这个单这个动词 estar 好我具体的跟你们讲一下 estar 跟 ser 有什么区别 estar 跟 ser 都是 to be 就是我在哪里都是英文当中的 be ser 怎么用Cindy in Chinese how to say我是一个中国人怎么说我没听清什么会什么问题我是一个我是中国人怎么说soy chino 我是一个中国人对吧 soy china OK 你看这里 是用的是 ser 因为你这个 soy 是这个 ser 变来的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就是我是中国人他是就说有一个 nationality 就是你是什么国家的他这个只要用 ser 另外一个说这是一个如果说我们是说 location 的就刚才说的我在家里面应该用什么那个Helen、yeah. 我在学校怎么说我在学校里estoy escuela escuela 如果所有的说 location 的必须要用 esta好我说我今天好累啊我今天很累我看看那个谁那个让我看一下啊谁啊我看一下这怎么看不出来我这个要关掉来谁跟我说一下我今天很累怎么说我说我是安娜我很伤 okay, 安娜Yo soy cansado. Soy? Yeah, soy can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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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h, cansado. Cansado. 好，我现在说啊，两个，你是男的女的？男的。你是男的对吧？哦，男的就 cansado。如果说是女的呢？Yo soy cansada. 对，你应该回答是 cansada。好如果说我今天很累的话我很累现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累你是不是说你是暂时累的还是说你永久都是累的暂时累的暂时累的所有的 temporary 的暂时的包括一些 feeling 的你的感觉的全部用 estar 所以这里是用 estoy 哦cansada OK, okay. 好 Joanna, 对我今天很高兴。Yo estoy muy feliz. Feliz hoy. 非常好。这个就是说我今天很高兴不代表我明天很高兴。就是这种 feeling 跟 temperature 的都是用 estoy.好我说这个房子是很高的房子对吧对你和子说 agasa 方便一点因为你们词汇量比较少很高的高的是 alto 房子是 gasa 怎么说 agasa es muy alta 你们现在明白了吧这个时候就要用 agasa很好啊这个 Arda 跟这个 Arda 是连在这个跟它匹配了这种情况下就要用 S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这个房子，它高的，它就是建筑就在那里了，它是 permanent 的，它是永久的，是高的，不会说我它今天高了，明天矮了，所以就用 is。所以我在这里总结的一点呢，就是说在这里 location 的是用 estoy， yo estoy en casa， feeling 的 ella está triste， 他就很 sad， 很那个很 sad， 怎么说啊，很悲伤，对吧？ estoy muy contente， 我很高兴，对， estoy muy contente que 给什么呢？ conocerte hoy， 今天我是很高兴的认识你。conocerte， 为什么它这里是原型啊？因为它这个是 que 后面是加原型。嗯，对，这句话经常用的。Estoy muy contente, estoy muy feliz， 都可以的。Que verte， 见面的时候我们打招呼，比如¿Cómo te llamas? Me llamo Julia. Estoy muy contente que conocerte. 你看。Soy China nationality. 好，还有一个 occupation， 他的职业。Él es profesor， 他是一个老师。虽然他今天是老师，明天可能是别的做别的，但是你在说他这个 moment 的时候 ，occupation 的职业的时候，你必须要用 is。一般说职业，就是说也不会说好像。变化的特别那个的，就反正职业就是 is， permanent 永久的 este edificio 是谁在那个声音在响啊？好像是一个中心的人声音在响是吧？ este edificio es alto， 这个大楼这个楼是高的，因为它是 permanent。好像 Cindy 这边有声音啊、哦、，Cindy 这边是不是啊？有声音啊、哦？没有啊，我都没有开呀、啊，不是我。哦，不是你是吧？对，但是怎么好像看到 Cindy 这边有声音在叫 ？OK， 我也在。好的，那现在大家这个明白了吗 ？Esta 这个是非常自己一定要注意，你在讲到这个 location 的时候 ，feeling 的时候，一定要用 Esta 啊，就是自己。就是注意一下。好，今天这个语法我们就讲到这里。其他的话你们就自己看看啊，其他就没有那个，好像是有个声音，你们帮我看看是谁的声音在说啊？我在看，但是看不到，没有。好，现在好像有个声音。好，我们说第十课啊，第十课大家跟着我念一下，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像挺那个的，声音很吵很大，干扰。对，有个声音可能是 Anna。Anna， Anna， 我给她关了，她等着一会儿自己再打开吧。现在没了，我觉得是 Anna。现在好了，好，好，我们大家跟我念一下那个 Lección Diez， OK， Mi Familia。Mi familia, ¿ok? Mi familia. Me llamo Juan. Me llamo Juan. No soy estudiante. No soy estudiante. Soy empleado. Trabajo en un banco. Trabajo en un banco.En mi familia somos siete. Mis abuelos, mis padres, mi hermana, mi hermano y yo.
mis abuelos, mis padres, mis hermanas, mis hermanos y yo. Mis abuelos son muy viejos. Mis abuelos son muy viejos. Ellos ya no trabajan. Mi padre es profesor. Mi padre es profesor. Él se enseña inglés en una escuela. Él enseña inglés en una escuela. Mi madre es médica. Mi madre es médica. Ella trabaja. Ella trabaja en un hospital. 记住啊，这里不要把这个啊，这里没有啊啊，我听到的是都是因乌拿，没有啊，因乌，啊，你 hermana es camarera。Mi hermana es camarera. Trabaja en un restaurante. Mi hermano aún no trabaja.Mi hermano trabaja. Estudia alemán en una universidad. Estudia alemán en una universidad. Hoy es domingo.Todos nosotros descansamos. Todos descansamos. Yeah. Esta mañana vamos al supermercado. Esta mañana vamos al supermercado. Esta tarde vamos al parque. Esta tarde vamos al parque. Diálogo. Hola, amigo. Buenas tardes. Soy Juan. Estudio español en esta universidad. ¿Y tú cómo te llamas? Me llamo Pedro. También soy estudiante, pero estudio inglés. Claro, ahora también estudio español. Esa señorita guapa es nuestra profesora.Ella nos enseña español. Soy de Beijing. Aquel muchacho es de Shanghai. ¿Y tú? ¿De dónde eres? Soy de Guangzhou. Mi casa no está lejos. Está muy cerca de aquí. ¿Cuántos sois en tu familia? En mi familia somos 5. ¿Dónde trabajan tus padres?Mi padre es comerciante. Trabaja en una compañía. Mi madre es maestra. Trabaja en una escuela. ¿Y tus padres dónde trabajan? Mis padres son empleados. Trabajan en un banco. Mis hermanos aún son muy jóvenes. Estudian en la escuela. ¿Y tú a dónde vas ahora?
Voy a la biblioteca. ¿Vas también allí? No, estudio español aquí. Entonces, hasta luego. Hasta luego. Mía. 好，看看我们这样啊，我们分一下，分析一下课文啊，这些课文，课文你们看看有哪里有不明白的，有什么句型不明白吗？语法啊什么的。大家都在家里面看过了吗？嗯，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啊。那我们那个叫一个朋友来解释一下，好吧？有解释了有问题告诉我啊。我们来看看啊，我们那个这样好吧？Cindy， 你来读一句，解释一句，好吧？嗯，好，mi amo， 以句号为准啊，以句号为准。嗯哼 ，mi amo Juan， 我叫 Juan。me amo me 是 me 啊 me。Me llamo Juan. Sí, OK. 我叫 Juan. 好。嗯哼 ，Cindy 后面 Sherry. OK. No soy estudiante, soy empleado. 我不是学生，我是职员。Excellent. Helen. Yeah. Trabajo en un banco. 嗯哼。OK， 解释吗？解释一下。Trabajo， trabajo 是什么？一个工作。对，在银行工作。对，在一个银行工作。对。好。Joanna。Sí. En mi familia somos siete. Mis abuelos, mis padres, mis hermana.Mi hermana, mi hermano y yo.、Mm-hmm. 我的家庭有 yeah, go ahead. 嗯哼，继续。像我家里有、七个人，我的父母、mm-hmm. 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弟弟爷爷，对，爷爷奶奶父母，嗯哼，兄妹和我。嗯，好，这个注意这个发音啊 ，hermano， 对你这个 h 没有发出来啊 ，h 没有发出来，你就是 hermano，hermano，hermano，hermano。嗯 ，OK，K，K， 哦 ，OK， 嗯 ，mis abuelos son muy viejos， 我不知道 viejos 是什么意思。viejos， 哦 ，viejos 是什么意思？老的是老、哦，我的祖父母都年纪很大了，很好 ，OK， 好，就Julia， 嗯嗯，对不起，我哪一句啊 ？OK， 阿 K 阿 K 阿 K 啊 ，No 阿 K 这里阿 K 啊阿 K 是这里，哦、okay. 我知道了，好，是从 Aus 对吧？啊。Ellos ya no trabajan. 他们不工作。他们不工作，这个什么？什么？这里一个。很久。ya ya 是什么？已经。是已经呀，已经不工作了啊！我们要学会一些那个叫什么词啊？那个已经副词了。Siempre。永远，对吧？这些 nunca 从来不，对吧？还有一些什么中文的，我不知道什么中文的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要把这些是加在什么后面的呢？一般这个叫什么副词，对吧？加在这个主语的后面，动词的前面，啊， okay. 一定要注意这个，一定要是在动词的前面，一定要在，不能放在动词的后面。是不可以的。好的 ，OK， 好 ，OK， 后面张菊，嗯 ，Mi padre es profesor， 我的爸爸是教授。嗯哼，这个发音注意啊 ，Mi padre， padre， yes， padre，
es profesor. Ah, sí. Profesor. Sí. OK. 好，后面是张菊，后面 Sherry。好的。Él enseña inglés en una escuela. 他在一所学校教英文。嗯哼。Enseña。Enseña。他那个重音不是在最后吗？他有个重音符号。他是你啊，不是重音。你啊 ，Enseña。它只是是一个 España， 你看、España 西班牙，它重音还是在这个 R 上面，它只是这个 N 念这个捏的这个声音，明白了吧？对，那我们怎么区分它是重音符号还是那个？哎，它这个不是重音啊，你就记得它这个是不是重音？它没有，它是那个就是发那个捏的音。好的，好的，它就是发捏的音。对，没有任何的 confuse， 没有任何的混淆的，它就是只是这个音就是你的 ，OK？ 明白的，不存在重音。如果说它有重音，它呢，你看，我们有重音，有重音的，我们跟着它重音念；没有重音的，根据我们的规则念。OK， 对对对，重音不好，我 confused。Gracias。嗯，等来的，现在明白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开始的人。读音一定要准，你读音读了准了以后，你以后写也没有任何问题，你就会慢慢习惯了，就是写也会很正确的，好不好？好，后面是那个刚才是谁呀、啊？刚才是 K 的吧？ Yeah, 现在一柔，现在刚才不是 K， 现在是我 K。啊，对。Mi madre es médica， 我妈妈是医生。对。好，你叫什么？你是叫一柔吗？我 K。哦，你是 K。OK， 后面是一柔了。Julia 好像念过了吗 ？Julia 念过了。那他这怎么一直在变呢 ？OK， 一柔现在。哎呀，他把哈我们 hospital 了。他在医院工作。我的姐姐是一个服务员，她在一个餐馆工作。OK， 餐馆工作很好啊。后面，哎呀，我又搞错了，刚才是 Judy 吗 ？Helen 是吧 ？Helen 对吧？怎么这个一直在变，他又在变了。一柔，Ellen 念过了是吧？好，那现在 Judy 不在是吧 ？Judy 不在。Luce 你念吗 ？Luce 不念啊，南非音。Anna，Hello， 没声音吗？Anna。Hello， 没声音吗？张菊，有声音，能听到声音，能吗？ OK， 为什么前面没？我都没打开。OK， mi hermano， 这个后面我不会念。阿乌 no trabaja estudia a lema en una universidad。我的弟弟呢？我这个后面，但是没有。现在这个是 still 仍然没有工作。他现在还在大学上学，对，是，对，好，这个 still 呢，它有两个 still， 一个叫 aún， 一个 todavía。这个 aún 呢是 still 呢，就是用在那个。
否定里面的句子一般，多达比亚呢一般用在肯定句里面的，就是说前面的一句是肯定的，后面是否定的，前面是否定的，就是这个有一点点区别，这个 still 就是这个两个啊，你们先学这个安物，到时候我再给你们讲那个多达比亚，对，它是一个，对，很好啊，好，后面我们从前面再开始吧，前面是 Cindy。OK， Hoy es domingo， 今天是星期天。嗯哼，好，后面 Helen。Todos los descansamos， 我们都休息。嗯哼。Descansamos, OK, cansamos 啊，嗯 ，descansamos， 哎，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我们所以休息。好 ，Hello， 后面 Joanna。OK, esta mañana vamos al supermercado. 我们明天。我们去超市。OK， 好，这里啊，大家看好啊 ，esta mañana， OK， mañana 这个早上我们去。mañana 是明天。嗯哼。哦，明天。esta mañana 就是早上，今天早上。那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 mañana 前面不加任何东西的，就是明天。如果说la mañana， 那没有la mañana， 都是 esta mañana， 都是今天早上，早上，或者是说昨天早上，那就可以的。esta mañana de ayer， 是吧 ？esta mañana， mañana de ayer， 那昨天早上都是 esta mañana， 就是早晨。你前面没有东西的都是明天。一般用明天的时候都是基本上都用将来时，因为你现在讲是明天，如果说这个是动词是现在时的话，就是今天早上。 OK， 明白了啊。嗯哼，这个有点混淆的，我原来学的时候我就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也没有老师跟我们说，嗯，都是自学的嘛。好，谢谢，分享一下经验。好，刚才那个谁啊，这个念的时候 super这个没念出来啊，你这个 L 没念出来。Supermercado， 因为你现在念准了，以后你写的时候你也会写，否则你就会把这个 L 漏掉。OK， 好，好，后面那个刚才是谁啊？叫什么 ？Joanne， 刚才是吧？嗯哼。OK， 现在是 Julia。Esta tarde estamos al parque.Y esta noche vamos al teatro. Mm-hmm, excelente.你看 esta tarde esta mañana 它是配套的啊，今天 mañana 这是今天早晨，这是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怎么说啊？ esta noche， 对 esta noche， 对，这些都是阴性的啊，全是阴性的，所以用 esta， 好，这三个配好啊，这个经常要用的，好吗？ esta tarde 怎么呢？今天下午干嘛？今天下午，我们去公园。对，和，那个，今天晚上我们去剧院。对，好，这个巴姆斯记得啊，是伊日变来的啊，对吧？伊日变来的。好，伊日那个谁，那个后面那个叫什么？Sherry， 你来跟我说一下伊日怎么变啊？Voy y tú vas
Sí. ¿Él? Pa. Sí. Pa. Sí. ¿Nosotros? Vamos. Vamos. Sí. Ok. Ellos. País. Yeah, país. Yeah, it's okay. Yeah, país. Yeah. Van. 明白吗？你脑子里面一看到这个 Vamos 就想到这个意了，然后想到这个意了就知道他这个从我一直到他们怎么变的都要在脑子里像就是很快的就闪过，你要做到这样这个好吧，好，很好啊，好，那个老师，嗯，老师 tengo una pregunta。 Sí, sí。 就是那个 mi hermano mi hermana， 他如果说我想说是哥哥，他这里面有分还是哥哥还是弟弟或者是姐姐妹妹，他们老外的吧，不说哥哥弟弟，但是中国人如果说的话呢，就是说 mi， 如果你要说哥哥的话就是 mi hermano mayor，就是年龄大一点的 major， 对 major， 我看一下这个拼的对不对啊？我有时候拼的也不是特别准确，有时候major 应该是对的 ，major， sí major， sí major， major 就是较大一点的，更大一点的，就是他就是年龄。那你看啊，这第四个写的 hermano。Major 就是哥哥，年龄大一点的，对 ，hermano， Major 就是哥哥的意思。OK， 如果说对，对，就对 ，younger 的younger 应该是menos， 应该是 menos 小一点的，应该是 menos， 我不能确定啊。我不能确定，就是我感觉应该是 menos， 就是小一点嘛。嗯，到时候你们可以再查一下那个，因为他们那里面他们不说的，不说就是说我的兄弟干嘛了，没有说什么我的姐姐干嘛的，怎么怎么的，没有的。嗯，就像他们外婆跟奶奶都不分的一样，就是这样。好吧。Gracias。De nada。好，我们请朋友们大家念一下啊，后面这个就简单了，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刚才我们是到了 Julia 是吧？好 ，K K 后面念。嗨 ，OK。Hola amigo。OK， 你好，朋友。对，后面 Anna， Julia， 哦 ，Julia 用的 Anna。OK。Buenas tardes。一柔。周一欢。Ellen。S。Estudio español en esta universidad. Ok. Universidad. Universidad. Oh, sorry, you got it. 对 ，Universidad. 好，后面来一柔，一柔刚才说过了是吧 ？But and it's okay. 一柔。¿Y tú cómo te llamas? Ok. ¿Ellen? Me llamo Pedro. Ok. ¿Judy? ¿Judy? ¿Judy 不在了是吧？好，后面那个 Cindy? También soy estudiante.S 漏掉一个 S， S 丢掉的，对 ，Sherry， yeah， 那你说，继续说，继续说 ，Pero estudio English， Pero 是 Pero 对 ，Pero estudio English， OK， Joanna。Claro, ahora también estudio español. Ok, Ana. Esa, señora chica, señorita, guapa, es
Nuestra profesora, perdón, profesora. Sí, Enseña. Enseña. Ok, enseña español. Ok, Sherry. Soy de Beijing. Aquel muchacho es de Shanghai. Ok, Joanna. ¿Y tú de dónde eres? Ok, Joanna, ¿cómo es Julia? Soy de Guangzhou. Okay. Mi casa no está lejos. Está muy cerca de aquí. Okay. 好，我们再看一个句型啊，在这里看一个句型。Mi casa no está lejos, está muy cerca de aquí。好，昨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到我 ，¿Dónde está el baño? ¿Dónde está el baño? 以后要问路的话，哪里必须要用 está。记得啊，这是用 location 的啊 ，está， ¿dónde está el baño？ 好、啊、，mi casa no está lejos， 我的家不是很远，也是用 está 啊，没有用 ser， 不可以说 mi casa no es lejos， 这里用 está， 因为它是 location。está muy cerca de aquí， 它呢很近，离这里很近。cerca de 是连在一起的。就是 next， yeah， next 应该是叫 near， 应该是 near by here， 就是 near by here， 就是这里很近。它必须要你用 cerca， 必须用 cerca de。如果说我想用我离银行很远，比如说 lejos， 也必须要加一个 de。那办银行怎么说？刚才我们学过了 banco， 那后面前面是 el， 那就是 el banco。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 lejos del metro， 我的家离地铁很远，或者是说 cerca del metro， 离地铁很近。这个句型大家用的很多，因为你去西班牙问，在路上问的时候，他就会问，哎呀，我想去哪里，然后说 cerca de， 比如说 de， supermercado， 离超市很近，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银行或者是怎么样，这个 cerca lejos， 大家把它记住，好不好 ？OK， 好，我们好像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大家。回去把这个课文，因为刚才我已经放录音给大家听了，你们可以再回放，再听听这个录音。看看这边句型里面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啊？我们把这个后面我跟大家说一下吧。他说在你的家里面，然后呢有多少人？这个用说意思是什么？是 share 的，那个 vosotros 变来的啊，你们有多少人？在我的家里面 somos cinco 五个人。Donde trabajan tus padres？ 你的父母亲是在哪里工作？以后这里就是写父母啊。如果说 padres 就是父母，当然你因为父亲不可能有好几个，你知道吧？你就是对，就是父母。abuelos。也是就是祖父母 ，OK。那如果我真的有两个爸爸嘛，一个亲父亲，一个继父，怎么写？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问你啊，不是我就 OK。你可以说，但是如果说确实有的话，你就是 mis padres， 对吧 ？mis padres， aquí 他是我的，你要可以介绍了，因为我的父亲们，那就说一个是我的，比如说生父，对吧？应该是继父，嗯，对，怎么样 okay， 还有一个怎么样？对 ，OK，、啊、我的父亲呢是一个 comerciante， 对吧？是一个
comerciante 应该是做生意的，应该是 comerciante 是做生意的。我觉得应该 comerciante， 我没有看过这个单词啊。comerciante 它这里有哦，商人，对对对 ，comerciante， 对，他说是一个商人，然后呢，工作呢是在一个 company 里面，妈妈呢是老师，工作在学校，然后你的父母亲呢 ，donde trabajan？在哪里工作啊？我的父母亲呢是 empleados， 是一个职雇员，他们是雇员啊，记得啊，复数啊 ，trabajan 复数，全是复数啊。然后在一个 bank 里面工作，我的兄弟们呢还没有，还很年轻，对吧 ？Jóvenes， muy jóvenes， 然后他们还在学校里学习。一读。你呢 ？¿A dónde vas ahora？ 他说：“你现在呢？现在准备呢？就是说要去哪里呢 ？¿A dónde？ 啊 ，dónde？ 去啊，是方向性的啊。其实是 vas a dónde？ 你去哪里？其实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啊，如果说我把这个 啊 dónde 连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是你从哪里来的了。”知道吧，这个不一样的啊，大家看一下区别 ，OK。然后我去图书馆，叫什么？你也去那里吗 ？Bus， 看到吧 ？Do， 实际上省略了 ，Do bus， 阿姨那里当边，你也去那里吗？对 ，No， 我不去那里 ，Studio， 我是在这里 ，Aquí。John， Julia， 阿 Key， 知道了啊，下次我再。你们在哪里呀、啊？阿 Key，OK， 阿 Key，Estudio español， 阿 Key， entonces， OK， 就是说这个就是 OK， then， 英文当中的 then， OK， 那就这样吧 ，hasta luego， 待会见，就是以后再见。待会见，以后再见呢，有好几种方式，有种 adios， 就是再见。Hasta luego 是待会见 ，luego 是之后 ，hasta luego 对 ，hasta mañana 明天见，对吧？对吧 ？hasta próximo martes 对 ，el próximo martes 啊、哦，下周二再见。啊、一般就是加一个阿斯达就很清楚，但是你一般你很要好的朋友就是拜拜 adios。 好，我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课啊，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那就不说了，时间了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到那个